其实，如果说我把这两轴对调，你画出来的结果还是一样的，就是这个点刚刚就会跑到上面去，好，然后这一个相关系数不会变。那我现在呢，我要把这一张图缩小，这个散布图，请注意哦。它一定要是一个呈正方形的样式，接下来把它缩小。那所以相对的这个是不是要再缩小了？所以这个字是不是就看不到了？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修改这个卡片里面的字的大小，所以点选格式，这个叫图说文字集，请把，假设这个明显一点哈，a real break，然后这边改成20好了，20还是看不到，那我就改成，比如说16，就可以看到这个0.96，好，那相对的这个也是。16，好，就提供给你参考。主要就是这个标题，我真的一点都不喜欢。好，这个标题实在太长了。好，那请你们先调整，因为下面我要画另外一张。